台湾旅游业龙头雄狮旅游集团成立于1977年，经营的旅游路线遍及全球各大洲，是台湾出团量最大的旅游业者。雄狮总公司位于台北，并于2010年打造全新雄狮集团大楼。针对不同楼层单位的视讯应用需求，雄狮采用了多款 A10 VanCrest 系列专业影音方案，以提升系统整合及管理效率。针对一楼区域，雄狮规划了开放式咖啡厅，除了提供员工休憩与接待来宾，同时也开放场地出租供举办活动。一楼咖啡厅设有多个 HDMI 影音设备，包括一台 LED 电视、一台高阶投影机以及蓝光播放机，电脑各一台。为了能同时长距离传送多组 HDMI 影音讯号至多台 HDMI 显示设备，并能相容于现有的 HDMI 设备，雄狮选择导入 A10 VM0404H 四进四出 HDMI 矩阵式影音切换器以及 VE800 HDMI 讯号延长器。透过 VM0404H 可扩充连接控制台的 HDMI 设备，再搭配 VE800 HDMI 讯号延长器，将影音内容长距离传送至 LED 电视与投影机。A10 VM0404H 搭配连接 VE800， 可延伸影音讯号距离达60公尺，并维持完美的影音表现。使用者亦可透过遥控器或前端面板按键，快速轻松地在讯号来源与显示设备之间进行切换。 A10 方案完全相容于既有的 HDMI 设备，并能弹性化建构所需的影音架构，因应各种高品质影音播放需求。 A10 VanCrest 专业级影音整合方案不仅能满足雄狮对于长距离传输高品质影音讯号的需求，其所具备的高弹性与高整合性特色，更能协助雄狮方便有效地存取切换所有影音设备，提升整体管理效率。